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0月30日，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晚报》当日第2期节目。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且要订阅我们的频道。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最新报道：加拿大的法院官员正在调查一位亲北京的人气 YouTuber 关于孟晚舟在温哥华接受引渡审讯的视频，其中包括在法院大楼内非法拍摄的镜头。这一位叫做塞勒斯·杨森的美国人在视频中说，他在法院内与警察以及执法官员交谈，而警察告诉他，加拿大在此案中做了川普的脏活。这段视频是由中国政府旗下《环球时报》的首席记者在推特上面分享的，而杨森的视频在周3上传到周5时已经获得了 4.5 万次观看。杨森曾经是中国的高尔夫职业选手，他说现在是一名中国观察家，还有数字企业家。他的领英简介声称他是 APP 营销解决方案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位于里士满，主要是帮助北美企业与中国消费者建立联系。他的 YouTube 频道有 6.7 万名粉丝，视频包括这位美国外籍人士为何支持中国、西方媒体对中国偏见以及美国参议员支持香港抗议活动真相等标题。他的最新视频是我在温哥华参加了孟晚舟的审判，包括在温哥华市中心的卑诗省高级法院综合大楼内拍摄的几秒钟的镜头。而孟晚舟没有在加拿大法院受审，那里的当局举行听证会，决定是否继续执行美国的引渡令。杨森对南华早报说，他不认为拍摄主楼道是违法的，但是以后不会这样做。他说他没有对警察进行正式采访，只是非正式的聊天，我只是问他们对此案有什么样的想法，而他们就是这样回答的。卑诗省高等法院的发言人，已经退休的最高法院法官科恩在谈到这段视频时表示，这件事情我们正在调查。科恩指出，除非得到特别授权，否则禁止对法院诉讼程序或者是部分内容，或者是对法院大楼内的人员或事件进行录影或者是录像广播。杨森在视频中把引渡程序称为孟晚舟接受对美国审判，还多次将孟晚舟的律师描述为检察官，对2018年逮捕孟晚舟的加拿大皇家骑警警官耶普进行询问。而耶普是引渡程序中的第一位证人，从周1到周3都在作证。杨森在视频中还说，通过参加本周听证会，他获得了惊人的新发现。他说，法庭内的警察告诉他，不幸的是，有了这些引渡法，加拿大真的没有选择，除了让引渡案继续进行。而这次听证会是孟晚舟为了挫败美国将他引渡到纽约，面临欺诈指控审判而寻求的。我们必须听从美国的意见，基本上我们是在做川普的脏活。杨森在视频中说，这就是警察告诉我的原话，他当时站在建筑群外。他随后补充说，在加拿大这里的人，他们都相信司法系统可以把孟晚舟进行释放。而根据此前的一项调查，75% 的加拿大人同意他们当局对于孟晚舟案件的处理。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港人寻求庇护事件的相关进展。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独家报道，一家总部设在英国的帮助团体声称，周二在美国领事馆寻求保护的4位香港活动人士，曾经与该外交前哨的工作人员讨论过他们的意图，而工作人员在坚决要求他们离开之前，曾经告诉他们已经为他们开了绿灯，整件事情显得扑朔迷离。南华早报了解到，其中3位活动人士正在寻求庇护，而第4位自称是美国公民的活动人士则指责美国领事馆忽视了帮助他的职责，这让人们对可能引发的外交争执的戏剧性事件产生了更多疑问，以进一步加剧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外交紧张关系，而香港不幸被夹在其中。提出指控的是香港挚友组织，该组织也是帮助钟汉林申请庇护失败的幕后人士。钟汉林是一位活动人士，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以国家安全法所规定的分裂国家罪被捕。负责监督管理美国使领馆工作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不愿意直接回应这些指控，而是引用官方说法，说只有在申请者抵达美国后才能给予庇护。发言人说，出于隐私考虑，我们无法对美国公民的沟通发表评论。现在已经解散的支持独立的团体前召集人钟汉林在周2上午在花园道美国领事馆对面的一家咖啡店被国安警察逮捕，他的案件目前正在法院审理，而他被拒绝保释。此外，其他4名活动人士当天下午也接近领事馆，并在南华早报记者的见证下被放进院内，但是后来却被拒之门外。 南华早报获得的一份香港之友的声明，阐述了这些活动人士对事件的描述，以及他们如何在馆内停留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又被领事馆工作人员非常坚定地要求离开。该组织没有透露4人的身份，但是表示其中的美国公民首先是拨打了领事馆的紧急热线，而工作人员告诉他，他有资格获得帮助。该组织说，他与另外一位居住在美国的身份不明的美国公民一起。 商议将他的3名同伴活动家带到领事馆。该组织表示，他们被告知如果接近领事馆将被允许进入。而这位美国公民表示，领事馆不处理他的案件让他感到十分愤怒。该组织说，他只知道美国的官方政策是只在美国本土给予庇护，但是也引用了例外的情况，比如中国异议人士程邦成的案例。他在2012年逃脱软禁，并在北京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得到保护，被允许飞往美国。 该组织还向英国的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寻求帮助，办公室发言人拒绝评论。华盛顿公开支持香港运动，经常向抗议者提供帮助，包括承认他们的庇护申请，这鼓励了活动人士接近其在香港的外交部门。 但是，政治评论员和观察者指出，美国不希望以这种方式向寻求庇护者敞开大门，并认为这样的方式可能加剧北京和香港政府的紧张关系。 而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五中全会有关的消息。这里要为大家看到的是来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对此次全会的最新评价。 在记者问到中共对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构想是什么时，专家答道：长远目标是与1995年的95计划相呼应的。党最近提出了到2035年和2049年建国100周年时国家要实现的长远目标。公告主要是重申了党之前的文件，只是给出了一般性的陈词滥调来界定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提到的目标中最引人注目的包括产生重大技术突破。 使中国跻身于世界一流国家之列，实现先进生活水平等。虽然和“十三五”规划一样有明确的全面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但是仍然极端强调共产党和政府的作用。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之后，又提出了进一步发挥政府作用，促进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的更好结合。从整体上来看，结合习近平最近其他表态，这里所阐述的愿景仍然是高度国家主义的，是利用市场来实现战略目的，而不是指望市场自己实现社会效益。而当记者问到五中全会对习近平权力掌控有什么启示时，专家分析，几年前外界猜测习近平因为在国内国际上的过激行为而导致权力岌岌可危，但是全会公报再次发出强烈信号，表明习近平在中共高层的政治地位仍然是核心的。 文件中到处都是习近平精神的指纹，多次提到他的战略、运动、政策，从意识形态到地缘政治，颂扬习近平的领导力，宣称他是核心的领航者和舵手。这个称呼在毛泽东去世后曾经被领导层放弃，但是随着习近平权力达到新高度，现在又重新出现。 虽然全会本身并不是对习近平的投票选举，但是全会对他领导力和政策的认可再次表明，仍然没有有效的习近平核心地位的挑战者。他在2022年第3次担任党的总书记的道路已经完全确定，除非他在任上死亡或者是丧失能力，否则在我们可预见的将来，习近平将继续统治中国。 而记者问到，公告告诉我们北京对国际环境的诊断和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是什么？而专家回答，虽然公报中没有提到美国，但是结合过去12个月到18个月高层领导的公开表态，北京对于国际环境以及与华盛顿关系的看法十分清晰，认为国际关系进入了新的模式，典型特征就是竞争、保护主义和全球价值链的分裂。 虽然仍然认为中国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不过机遇挑战都有新发展变化。川普政府过去4年的努力，就是这些挑战明确而不言而喻的表达。此外，公报还提到了国际力量平衡的深刻挑战，这虽然并不是一个新词，但是在这样一份等级重要的文件中首次出现。这个词在2017年首次使用，以明确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伴随的结构性转化相联系。再次，这是对中国综合国力上升，而美国继续走在北京认为的长期恶化道路上的一系列说法的强化。在台湾和香港问题上的态势变化，公报也有明显体现。2015年五中全会解读强调深化与大陆的经济联系，对台湾采取双赢的方式，而现在更加直白地提出了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祖国统一。虽然这不是新的目标，但是在稳定和统一问题上的直白措辞，说明了北京对香港的治理，还有与台湾关系的恶化。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晚报的全部内容。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